我之前反核，对啊，我之前反核啊，怎么样的？之前反核，民进党说不会涨电价啊，电价在我们预估的十年之内不会有大幅上涨的可能。台湾电很多，不会涨电价啊。台电还长电的，所以你不能怪馆长啊，你要去怪民进党，要怪蔡英文啊，你怪老百姓，你不能怪我啊。电都藏起来，藏在哪里？藏在各位的睾丸里面，是不是？长电于民啊，民进党说的啊，不缺电，不涨电价啊，现在涨了、啊，而且说还要再涨啊，所以我们就去研究为什么涨呢？这个开始怎么开始的？馆长歧视动漫圈，记得吧？哦，然后我就把它讲出来，然后就炸锅哦，然后大家政论节目就跟上，开始挖他家的料，翻出来 ，Oh my god！ 我们的核电一度 1.25 块到 1.5 块，我们跟赖白义家族买电，一度电9到10块 ，Oh my god！ 这时候我就不反核了。